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，我的世界 Techit 整合包。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整合包，因为这个整合包只有正版才能，只有正版才能玩这个整合包。因为国内很多人都不是用正版玩的，所以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整合包。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下这整合包到底是怎么样子的。首先呢，出身什么的还是和原版一样的。这个整合包主要的就是像国内的工业二整合包是差不多的，不过里面的东西更丰富一些。我打开 TMI 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一共有40页的东西。里面主要的 mod 就是 Buildcraft。和公园二里面一样，里面有什么挖石机什么的，这些也是都有的，不过它也加了很多一些公园二里面没有的东西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就先开始。一开始挖树肯定是必要的。这个整合包的地址和我这个材质包的地址，我都会写在我的视频简介里面的。4个木头，全部弄成木板，造一个合成台。我的成就，然后做木棒。哎，这猪在推我。做个木镐，可以挖石头。好，木棍拿在手上。木棍不拿在手上也没关系。我玩的 Techit 是 Techit Classic， 也就是经典版。所以现在的 Minecraft 是1.25的版本。3个木头，哦不，石头。哇，这么快就找到一个洞穴了。我先标记一下这个点。好，现在有6个石头了。我一般喜欢一开始先做一个石斧，这样弄竖起来会弄得快一点。有些人他们说就是，做斧子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然后觉得用手捣竖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不做一个斧子呢？做一个斧子不方便。一开始的话，我们要做很多设备的话，是做一个大厦呢，还是做一个小木屋之类的？我觉得做大厦肯定会更合观众的胃口嘛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大厦。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备，那我们这些设备里面要做什么呢？做饼干，做一个全自动化饼干工厂，还是做什么呢？全自动化伐木工厂，这个太没意思了，太没目标了。伐木的话，你哪里都可以得到木头的，对不对？看过国外 UXCast 的都知道，他们做过一个系列 ，Techit 系列。就是做一个大厦，然后做 Jaffa Cake， 也就是游戏里的饼干和蛋糕啊，一共做了100多集，每一集差不多有20分钟左右，这实在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我在想，我的目标也尽量靠近他们，做一个全自动饼干工厂，这个主意应该是不错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像我在这里，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朋友一起和我做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这实在是，这是一种遗憾吧。因为我世界这个游戏和朋友一起玩是最好的，当然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能和我一起玩我的世界，但到了国外就不一样了，新的环境也一般没有人喜欢和你一起玩，除非他们是同学啊，怎么样子的。像我现在在这个学校里面，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的世界是什么东西，就是
有个问题，就是像中国现在小孩子一般都喜欢玩游戏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现在玩游戏不用花钱，直接从网上下载就可以了。但外国这里肯定不行的，外国这里你肯定要买游戏的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破解游戏，他们都是买游戏然后玩的。当然他们父母肯定不会希望小孩子把钱花在这个上面，就让他们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那中国就不一样，中国他可以直接买游戏直接玩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里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游戏，什么叫电脑游戏，所以很孤单很孤单，没有人和我一起玩。哎呀一只小狗，之后就要养你了啊，给你吃棵树，呵呵，不理我。好，我们现在木头够多了，我们先做一个小房子。啊，对，我还没把难度调成那个简单。啊，还有就是我把这改成那个 recipe 模式，就是可以看，就你这样一点就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做，非常有用，就不是作弊模式。先砍几头羊，我们就可以做树，啊，做床了，因为。之前这个出生点其实不是在这个出生点，我是在创造模式上飞了老远，才飞到一个差不多平的地方才到这里来的。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，你每次生成一个地图的时候，有绝大概率是生成在森林里的。我就不懂为什么森林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造，只有树啊。创造人应该把这个，比如说 notch， 应该把这个参数调低一点，就是出生在森林里的几率调低一点，要不然谁喜欢每次都要再生成一遍？像我就飞了老远老远，才到这里来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做一个木屋。一开始先做个火柴盒，一个小的可以生存的就好了。我觉得有点太小了，不过就当能睡觉了吧。现在国内玩《我的世界》的人年龄段都偏低，比如说你到那个《我的世界》贴吧，或《我的世界》贴吧的官方群里面，都可以看到。一些小学生在讨论毒奶粉啊、CF 啊这些东西，这实在是也算是一点遗憾吧。因为小学生嘛，你懂的，也不太多说了。看这视频的小学生，我猜他还没有听完我说后面的话，他已经在下面视频点一个彩了。先把工作台移到这边来。大概这个游戏的话，前期要做很多挖矿工作啊。我说这个整合包的话，所以在我们切入这个整合包的主题，要做很多准备工作。要挖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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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矿，钻石啊，还有黑曜石，什么是不可缺少的。这游戏里面有个很变态的工具叫做 condenser， 我不确定它的中文名字应该怎么翻译，不过也就是把那些垃圾的东西可以转换成钻石什么什么，非常酷。虽然直接做一个吧，天要黑了。然后我们，哇，这上面是什么？哇，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上面有这个东西？那挺好。做个门，然后怪物要进来了。正好有羊毛可以做床，要不然要度过一个无聊的晚上就不好了。好，我一般是比较喜欢把门放在外面，这样看上去才对呢。就左边的固定不动，然后这样可以打开，放在里面就。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坐床，然后睡一觉，好了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再想干什么吧。
第二天的话，食物，我们要解决食物。食物的话，我们就先要做一把剑，做剑。其实也不一定要砍牛了，但是肉能解决多一点的饥饿条。像我这出生点就很好，有很多种动物，几乎什么种类动物都有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饼干工厂的话，饼干，我们先看一下饼干要什么原料呢？哦，你看，这里饼干就是正常 cake 的样子，两个小麦加一个可可豆，也挺简单的。不过我们要做成吨的饼干，那就再做一个蛋糕呢？蛋糕为什么有两种？蛋糕的话，哦，那就难了。总之呢，这个我们先待会儿想，我们连大厦都还没建起来呢。有些人可能说我这主意有点抄袭那个国外 Yogscast 的那些视频，你们制作人他们怎么做的？那我想，哦，库里帕，也无所谓了，其实反正也就是游戏玩玩而已嘛，也录视频给大家看看。其实游戏也没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也确实是玩了，好玩那就可以了。比如说，像我就不喜欢玩网游。比如说网游的话就网游其实也可以，不过也就耗时间在上面。上次就看两个小学生在争论什么毒奶粉怎么加点啦，一个人把他加点怎么爆出来了，然后另一个人就在后面骂他怎么样。那玩个游戏嘛，你至于吗？玩个游戏也就。就玩玩而已嘛，好玩就行，你不要计较这么多。然后我们就要去挖点石头，石头啊，标记点在下面，做点啊，哦，先把这干掉。好，用骨头，等下可以喂狗。这个就是 copper，也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新矿物。这新矿物有很多，比如说铀啊什么，铀就是金字旁那个铀，做原子用的那个铀。那我是还没搞清楚一些机器会怎么做，我想之后一定会搞清楚了啊，给大家做出来看看。我听说他们都有会爆炸的威胁，核泄漏啦，这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应该够做一个熔炉了。一开始我们要解决食物问题，才可以考虑后面伟大的计划，做一个超级大的工厂。其实这个地方也不是算什么，也有点高的地方。我是找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也才找到一个像样一点的地方。有14个木头可以用来烧，也不用担心煤炭。再做一个石镐，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把那个 copper 挖出来。哦，金。银，那每次看到这金黄色东西，总会以为它是金。一开始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以为这是金。回去一看，哎呀，铁矿石。其实金在里面是最没用的东西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稀罕，但你找到也只能做这么一点点东西，把它用来做成工具，用了二十几次就没有用，所以俗称黄油，黄油。还是没有找到煤炭，又有银，哎呦，完了，真没下去，哎，先卡了一下，卡电了，我的天呐！这个挖出来了，马上做个火炬，我怕。好，你好，把这些东西挖出来，有个僵尸，别看我。银还是挺多的，
1.25 的版本中，你挖煤炭什么的，挖矿物都不会得到经验值。这是在之后的版本中才会有的。我玩 Minecraft 也是在比较晚的版本中，玩的，比如说1.47我才开始玩。我这视频录出来，结果一看麦克风没有声音，怎么办？等下检查一下，应该没有事，问题，我前面都检查过了。初期我要用很多很多的煤炭去烧东西。觉得他看到我，果然。经验值掉出来，腐肉怎么没掉出来啊？腐肉，貌似在这个材质包中显示是一个脑子的形状，非常非常的恶心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在1.25版本中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不过我在1.51的版本中确实是个脑子的形状，非常非常的恶心。我为什么要用英文呢？因为这个，我觉得我还是先回去一下比较好。我为什么要用英文呢？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整合包中什么东西都是英文的，不像工业包中它们也都汉化好了，所以我就算用中文，它里面显示的也是英文，所以我觉得用我选英文字体的话，这字体会更加好看一点，所以就选英文了。而且英文的话，也是里面熟悉的东西也比较多一点，所以，如果你们想让我把我换成中文的话，你可以在视频评论里面跟我说一声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换回中文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换回中文会是什么样子的。中文在最下面，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中文的话，你看这些木板什么的都会有的，不过你看，比如说这个就显示不出来了。还有你看。这些东西也都是英文的，所以绝大部分都是英文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换成那个英文。好，看上去好多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字体就看上去不太顺滑的感觉。我现在我觉得我要饿死了。牛肉啊，不，猪肉。猪肉在那些房子里面召唤着我，种棵花吧。猪肉。那第一集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，请写在视频下面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